最近那个天气变很热吗？我上次多一点水果，我最近发现我可以做一个水果酥系。我现在要做那个饭，牛奶跟椰子酱做那个炖饭。我今天要用一些西瓜、草莓、芒果跟香蕉，牛奶呀要多一点时间，所以我可以切那个水果。我要贴长的。好，可以烧火，然后两个汤匙糖粉，米250克，那椰子 cream 可以一起放。好，那现在我要切那个芒果，然后我会用这比较硬的，因为我想用一片一片做那个酥皮。我最喜欢的水果应该是芒果。我们在法国常常做甜的炖饭，我们很喜欢。那时候做甜的炖饭，一样用牛奶煮的，然后上面我们会加一些焦糖。嗯，我先看，慢慢念。饭可以休息一下。那我要用粗细肉 plastic film， 因为那个饭很黏，所以你们可以用一点点水放那个饭，然后要压平。看得出来我不是一个 sushi master， ribbon ran，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现在我要放一个水果，我要放西瓜、草莓，像这个最难的部分。第一次做寿司，你们觉得呢？下一个，我要做芒果，就要用一片一片。哦，等一下，高腰。哇，我好开心啊！第一次做寿司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先试试看。我觉得台湾人很会喜欢这个寿司，因为炖饭 QQ 的，哇，然后跟那个水果有个那个 fresh 的感觉。天气很热的时候，你们想吃水果。哇，我觉得你可以准备一些这种酥皮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那些猪肉是用在现场吗？有我这边的，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？有。有啊。